等一下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这没关系。好，再把车打掉。这样可以了吗？嗯。这样可以了，然后把轮胎把这个发动。好的。好，开。等一下啊，现在气压给它拍。 现在把它调到 PSI 他自己停的，自己停到了。那你刚才没按它？没按，其实他自己会停。好了，关掉了。那现在关掉了。那我们试的是刚才应该试过的。